提醒您，您的外卖已送达。 截至1月28号24时，国家卫生健康委收到31个省、区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5974例，现有重症病例1239例。哎，你老家啷个样了哦？130例。我得出个差嘞，功夫。照通报了噻。现有疑似病例。你好，照顾小叶，我现在在他小姨家的，有啥子事微信找我哈。挂了。环比增长0.4%。 反映出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于经济就业的影响。我跟我老汉儿是一个陌生的绝缘体。病例：新型冠状病毒。因为工作，从小到大都跟他没得啥子接触的。 我今天在外面摘了点春芽，中午鸡蛋炒春芽，你吃不？嗯，要得呀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7例，均为境外输入病例。现有确诊病例237例，新增接受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19例。 楼上的杨梅熟了，等会儿有空没得嘛？那个甜，好吃。 老汉儿弄了杨梅酒，夏天的滋味儿都愣着留下来了。好，同学们，咱们今天课就上到这儿，大家平时可以多出去走动走动。好，拜拜。等会儿有空没得？来了。
那是啥子哦？那是海椒。哪朵啊？是红烧苗，现在好嫩咯，拍下来炒起好吃得很。这是丝瓜，那是钢豆儿，我还在下面的花箱里摘了番茄和海椒。那都是枇杷。哎，那个树是雪橙，这两天长得好哦，挂了一树的果。那边有葡萄，八月间吃。那快了噻。水果长得慢咯，这个南瓜现在都可以摘了。他都弄好了说。再不回来都找我们吃完了。我下个月都能回来了。